近日，中国沈飞公司制造的一架歼十五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在一间携带电子对抗吊舱进行试飞。这种电子攻击型飞机被认为是中国海军航空兵舰载机部队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与歼十五战斗机一样，这种电子战飞机采用了三翼面布局，机体采用歼十五双座型为基础，在机翼外侧上部增加了一组翼刀结构，而翼尖则明显是一种电子战吊舱结构。目前我军电子战飞机主要是大型载机，均无法在航母上使用。歼十五电子战机的研制成功，扩展了海军执行电子战任务的能力。据专家预测，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除了具备通过电子信号进行软杀伤外，还具备携带反辐射导弹和空空导弹的能力，可以通过电子吊舱定位敌方电子战目标，运用反辐射导弹进行硬杀伤。与陆基电子战飞机相比，舰载电子战飞机的最大不同在于可以从航母上起降，既可以跟随航母编队在全球海域进行部署，大大扩展了海军执行电子战任务的能力和灵活性。歼十五电子战飞机的问世，填补了中国舰载机种类的空白，配合其他舰载机群使用，可对对地防空系统实施压制，有效掌握制电磁权，保证打击群突防安全，实施突击打击。